关键点在于你的一个设计嘛。这个咱们这一周的话，主要要主要去提升的就是你整体的一个设计感啊。然后我们之前啊，我们之前在第一阶段，包括在第二阶段的前两周啊，主要是让大家去把这个速度提上来，就是可能你掌握了一定的规范啊。那由于我做的少或者是看的少的这个原因，然后导致我可能就是让我去临摹啊，以一个很快的速度就能把它做出来然后在这个临摹的基础上可以去加一点自己的这个设计或者是修改创意那但是在从这一周开始吧，从这一周到下一周的这两周的时间，我们可能就是要给大家留的这个时间会相对来说要多一些。然后这个留出来的时间你干什么呢？去思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设计啊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能够有一个较大的提升那不要求你去做大量的这个设计那你可能就比如说我一天的时间我就做一个网页设计我就做一个页面，然后这个页面的话就比如说只有一屏那要求你这一屏的话比之前的这个第一阶段呢要有一个质量的这个提升吧。这是我们这两周的一个目的这一周包括下一周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我们目标是什么。然后上午的话给大家去讲到关于这个网页设计的一些基础规范那首先你要知道就是什么是网页设计然后什么是网页。网页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展示在这个 PC 端利用浏览器然后打开的所有的这个页面都是统称为叫网页。然后但这个网页的话也是分成了几种类型我们现在讲的是属于电商网页设计，然后它的话是可以基于平台的，也是可以是那种独立运营的这样的形式。然后我们讲完这个电商网页设计了之后，还会给大家去讲我们常用到的企业站然后包括那种就是独立一个页面一个页面去形成一个整套网站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后面要给大家讲到的内容了。那你在前期需要知道我们这个几个大的分类我们上午主要讲到的是基于淘宝这个平台，然后你去设计一个淘宝网站的一个电商首页是怎么样一个流程那上午的话主要给大家讲到差不多就三个部分首先你电招你要设计的，然后这个宽度950，高度的话是在多少120到150之间吧然后接下来底下导航部分导航部分的话我们也是宽度950，然后高度的话就是固定的一个30像素然后接下来就是 banner 的设计。 banner 的设计的话我们上午只是给大家铺垫了一下，就是说你既然给到你的这个原图就是这个原型图一个草图的形式是这种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这个一个低保真的形式，然后展示给你的呢就既没有产品又没有模特，然后也没有给你提供这个相关的资源，那你接下来着重点的话就是从这个字体设计的这个角度去考虑然后上午的话我也是给大家去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例子就是把字的笔划来进行连接，然后通过去改变某个笔划的样式来对这个字体去稍微去做了一点点调整。我上午做的这个竖函数圣点的竖，然后跟圣点这三个字连在一块了，但是前面我看到这三个字连在一块了，但是跟第一个字还并没有做一个连接所以我看比较合适的这个连接的地方还是在于这一横上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最好是别是相同的笔划连在一块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接下来如果说不是相同的笔划，可能考虑到的是含这一横，横跟下面这个竖竖的话我可以把这个口给它拆开来进行连接，那实际上也是可以的，对吧？如果说按照之前的这个要求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你可以去做这样的拆分现在的话只是把这个几个字利用笔划的形式连在一块儿。然后这里边需要去给大家说一个就关于这个细节上的一个处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字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虚边的，有看到它是差不多那种半像素的一个虚边的这个效果那这个的话我们怎么办那实际上就现在我把它转换成一个这个形状的这种格式嘛，
然后可以对它的这个点啊来进行编辑的。我把这个原件重新打开一下啊，我把这个整个软件重新打开一下，那个有点卡。如果大家有那个犯困的，就站啊，站起来听。我再放大一点啊，看一下。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啊，这个字我稍微把它放大一点，会发现啊，它有这种半像素的啊，这样的占用的这个空间。那实际上，如果说我们真正的去把它设计出来啊，要求你，做的这个字体设计不要去出现这种半像素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函字啊，它无论是横竖还是这个斜线的部分啊，都存在这个半像素，对不对？这个就是代表的是我们啊，假如说这个一竖，这是函上的一竖啊，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来去这样就手动的来对它的这个点啊来进行调整。比如说我现在让这个右侧的这个点啊跟其中的一个像素的右下角来进行对齐啊，然后你接下来还是就是把每一个这个点啊都来进行一下调整就可以了。那你会发现啊，当我对齐到这个像素网格上的其中的某个角，那它能够做到的就是这个半像素就不存在了啊，它能够完全跟这个像素的这个块啊来进行一个贴合。就是要求大家在做这个字体设计的时候，把每一个出现的这个半像素啊都来进行调整。所以这块的话，你细节上就来对它调一下就好了啊。这个实际上也是比较影响我们视觉效果的啊。现在是把它做到一个100%的这样的一个显示的状态，那实际上就跟我们上线了之后啊，你看到这个效果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改过之后，这个是没改过了。我看一下剩上面的这一横是没有改过的。我把它做一个100%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啊，那你看到改完之后跟没改之后还是有这个区别的。所以要求就是你把这块的细节啊再去稍微去调整一下。然后我们如果说想要去在这个 PS 当中去给某一个笔划啊转折的地方加圆角，这块的话怎么处理？我们先需要去设计一个这个方块啊，比如说我现在去绘制一个矩形，我现在绘制一个矩形，然后我在这个矩形当中啊去加一个，我再加一个矩形，然后这个矩形的话，就你把我现在想给笔划加的一个圆角的效果给它设定成当前这个矩形的半径就可以了啊。那比如说我加一个四啊，就是四像素的这样的一个半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这两个形状的话，我需要再去做一下什么相减吧，减去顶层形状，这样的话我得到的是不是一个内边的一个半径，对不对啊？我们来试一下啊，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矩形来调整一下啊，这个右侧和底部啊都调整成10这样的空间，然后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把它们俩去做一下合层了之后减去顶层形状。好，减完了顶层形状之后，我再把当前这个形状啊做一下合并形状组件，合并形状组件。然后现在你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圆角的话你可以用在任何地方啊，我给它加一点这个半透明的处理啊。比如说我现在想给这个每一个字的右上角的这个位置去给它改成一个圆角的形式，那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矩形块啊，你在你想加的应该是这个右上角的这个位置啊，你需要来对它做一下翻转啊。做完翻转了之后，你看一下啊，我假如说现在我想给它去加一个圆角的半径，要加一个圆角半径，它们俩相交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我不想要的？看到了吗？这个相交的地方是不是就我不想要的吧？啊，然后接下来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啊？那实际上就是我把这个位置去给它剪掉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在这个当中，你需要去避开所有的这个笔划啊。所以就是你做这个效果的时候，稍微去要把它调的更细致一些。那比如说我现在啊要给这个地方加圆角，那我需要把当前这个我绘制出来的这个形状啊，
把其他有重叠的这个笔划都给它取消掉啊，那我需要把这个矩形块啊来去调整成这么大。为什么我不要对它做等比的放大或缩小？因为你等比放大或缩小的话，这个圆角半径是不是就变了，对不对啊？那所以说你不要对当前的这个矩形啊来去 Ctrl 加 T， 然后直接这样放大缩小啊，这样的话是不行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半径的位置就发生变化了啊。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啊，就当前的底下的这个文字啊，它实际上我前面没有做过合并形状组件，它还是就是相当于是拆分出来的啊。那所以说我把底下的这个文字来做一下合并形状组件，然后接下来再去跟上边的这一层来做一个什么合层吧，对不对？合层啊。好，直接喷装加 E， 然后我把这个位置来做一下减去顶层形状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得到的是一个带有圆角半径的笔划啊，就是其中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右上角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它进行减去的。好，现在得到这个效果了之后，你还是可以再来做一下合并形状组件啊。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是在 PS 当中把每一个笔划都来进行了一下修改啊。那当然有的同学可能会问说，那老师为什么你不在那个 AI 当中去做？这个只是说给大家去提供更多的方法啊。啊，那你在 AI 当中直接一步操作是不是就可以了，对不对？直接给那个角的地方去加半径就可以了啊。所以这是多种方法吧，你可以利用它啊，在 PS 当中去把它实现出来。那如果说你在 AI 当中觉得如果说更方便的话，那你也可以利用那种方法。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给它多做一点变化啊。前面我们说过你把这个字啊去设计一个效果，设计字体出来啊，主要目的是凸显它。然后我接下来如果说想要把这个文字来去做一个放大的处理啊，我建议大家不要那样做啊，就是你这个字不要超出当前的这个图形。为什么？因为这个图形的话，你要知道我们家的所有的设计元素都是为产品和文字服务的，这个之前我也有给大家说过啊，就是你加的任何的设计元素都不是随便去加的啊，就是那个有的同学我看你们在做练习的时候，有的同学加了一个那个一个星形的效果啊，就是这个五角星感觉好像是有点这样的形态啊，或者是什么三角形啊等等的啊，这个你要考虑设计风格，就是现在要做的是一个女性化的这个产品嘛，化妆品。那既然如此的话，你也是多考虑一些那种平滑啊，平滑曲线啊，弧线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说想把这个字放大的话，你可以把当前这个形状啊再做一下放大，然后放大完了之后啊，如果说我假如说我只让它去显示一部分，实际上这样也是可以的啊，实际上这样也是可以的，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个形状让它在搬的这个范围内全部显示出来。然后接下来我就可以把这个文字去再做一下放大啊。好，上午的话没有给大家去讲到那个设计完字体之后啊，怎么样去进行配色。就是现在我们设计元素跟背景的话是同类色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凸显这个文字啊，你可以去把这个文字去做成跟背景是一个互补色这样的关系。那紫色的互补色是什么？记得吗？那个黄色吧，黄色橙色区间的那个颜色吧，对不对？互补色啊。那所以说我现在可以把这个文字的颜色啊去稍微去做一下这个互补色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比如说我现在以这个颜色做一个基础，那我接下来可以把整个的这个环境啊、光影啊什么的都给它加上去啊。比如说我现在啊想体现一个稍微有一点这种立体空间的一种感觉，那我可以把这个平面啊，它现在是平面纯色的这种形式，我给它加一个渐变或者是内发光等等的啊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对它做一个优化。那比如说啊，我现在去加一个这个内发光，当然这个都是你自定的啊，这个就是我为了整体体现一个效果的话，我给它去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比如说边缘去给它做一下加重的处理啊，大小调整一下。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它就有一点那种脱离当前的这个背景啊，脱离当前这个背景元素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对吧？如果说啊，你现在啊，这个我是加了一个深色的发光啊，但实际上它们两个颜色你也可以去互换一下。就是为什么要互换呢？因为它这个颜色比较重吧，这个颜色更加接近于紫色啊，就是这个背景颜色。然后如果说它们两个颜色互换的话，就相当于什么？我能更加凸显这个文字啊，就是大家可以稍微去对比一下，比如说我把这个发光的颜色给它叠加到当前的这个背景色上来啊，那这样的话我会发现这个黄色就更加凸显了嘛，对不对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就比如说发光的话我还用里边这个颜色啊，那我就两个颜色相当于是要再互换一下。啊，然后把内发光的颜色给它加到这个纯色块当中。好，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进行展示啊。然后我实际上我利用当前这个形状还可以给它做更多的效果啊，比如说我再加一层，再加一层，然后把这个填充给它去掉啊。然后填充去掉的话，我们之前加的这个内发光我也给它取消掉，它现在的话就变成一个单纯的这种轮廓的形式。然后那我现在要加什么？我可以加这个描边，我们之前有说过，就是你这个描边的话你可以给它改成虚线的形式。然后这个虚线的话两种吧，一个是这种线状的，还有一是这种点状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那所以说你把那个就像这种虚线的效果你也可以给它加进来啊，你也可以给它加进来啊。那比如说我们加多加几层，我加了一层啊，这个线状的啊，然后接下来再加一层，这是描边啊，再去复制一层啊，然后里边的这一层的话我再去加一个点状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然后这两层的话我想让它也是再去体现一个层次感，那我可以把里边这个点状的去给它做一下半透明的处理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底下背景设计元素的话，通过几个图案叠加的这种方式啊，内发光加描边的这种形式就来去体现它一个层次了嘛，对不对？来体现它的层次感啊。但是这个上面的文字我们还需要再来对它做一下光影的处理啊。光打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投影的地方我们要加在什么位置，这个也是需要你去考虑的啊。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黄颜色啊，去做一个这个基调，那我现在可以在它的这个基础上去加白光，对吧？比如说啊，我现在统一的都把这个光去打在右上角的这个位置啊，那我现在去加了这么几个光啊，然后接下来我想去跟它去做一个这个叠加的处理，这样的话我就体现这个位置是有加强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嘛，对不对？但是现在我只是想让那个文字啊，文字有一点变化，我这个背景的地方不需要让它去做一个发光的效果，那我可以怎么样？就是利用这个文字的选区啊，然后来把这个我们前面加的这个高光的地方来去做一下蒙版，是不是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去给它加那个光的一个效果。当然现在有点看不出来了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前面给这个文字去做的颜色啊，有点跟白色有点太过于接近啊，这样的话我们把它这个颜色稍微加重一点就能够看到高光的地方这个效果，对不对啊？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高光提亮啊，你要找到一个统一的位置啊，然后给它加上去。然后既然是我们光是在那个右上角啊，那你要知道，假如说影子啊，影子的话我们应该是刚好是它斜对角的这个位置，就是它的影子。那比如说我现在啊再去新建一个层，然后接下来我可以在它的所有的那个右上角相对的角左下角的这个位置吧，去给它加上一个那个投影啊，加一个投影。我现在打的虽然是白光啊，但是也没关系，因为什么？我们现在假如说加完这个白光之后，投影应该是什么颜色？就是黑的，或者是结合这个背景色啊，在这个背景色的基础上去给它压暗吧，对不对啊？或者是字啊，字本身的这个颜色，然后你给它来再进行一个压暗也是可以的。好，然后现在调到这个颜色了之后，你把投影的颜色再来做一下调整啊，然后接
接下来怎么样，还是去激活当前的这个文字位置的选区，给它叠加到这里边当中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样去加叠加吧，对不对啊，让它来体现一个这种加强啊，加强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关于光和投影的一个处理啊。如果说我想体现它整体的这个层次啊，我可以把当前这个文字啊再去做一下复制，原位的复制，然后复制完了之后，我把下边的这层啊，你给它去向右向下移动，向右向下移动。而这个颜色的话，我们需要来对它稍微调整一下啊。我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层次感，就是让它看起来是有一个投影啊，光影的关系嘛，对不对啊？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要直接在这个文字上面去给它加图案叠加的这个投影，为什么？因为这个投影的话你不太好去调整啊，就是它当前的这个样式，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在文字的这一层当中去给它做一下原位复制，然后给它去调整一下向右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位置啊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我就整体看起来比我们上午做的这个啊会更加有一个层次的这种感觉啊。好，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再考虑一下那个整体的，我要给它加一个光影的效果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假如说没有太多的设计元素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光啊，高光的这种形式来去把整个背景来进行一下调整铺垫啊。那就相当于我们在背景上我要再去加光啊。那加光的话，还是利用刚才给大家去演示过的那种方法啊，就是。我现在在背景的这个区域新建一个图层啊，比如说我要加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光，然后这个光的话我要去做成一个聚光灯的效果。这个聚光灯的效果怎么样去做啊，比如说我跟这加 T 了，然后呢我接下来再给它去做一个应该是透视吧，对不对啊，这种透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就是相当于这个远处啊，就是它聚光灯的一个这个发光点嘛，然后接下来离你比较这个散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光的效果啊。所以说哎，这个现在我就体现一个聚光灯，然后呢我现在想跟整个背景做融合，那你是不是还得需要把当前的这个灯再做一下什么叠加啊。然后叠加的话一层不够的啊，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去做这个光的话啊，我再稍微把它散的这个面积啊再稍微调大一点啊，一层肯定不够啊。我们把当前这个效果去调整好了之后，你还是再做一下原位的复制啊。复制完了之后不是说直接把它放在这儿就行了，要把它再做一下缩小，然后它应该是越往这个核心的区域越亮嘛，对不对啊？那所以说你不断的缩小，然后不断的去把它这个核心的区域去给它加亮啊。那所以说我们需要在这个位置去多给它铺几层啊，来调整一下这个层关系啊。啊，这是一开始的，我再把它稍微去放大一点啊，否则我中间的这个内容的话就高光的地方就不太好展示了。好，这是一层，然后接下来再叠加一层，叠加完了之后把它再做一下等比的缩小，然后加到这个顶部啊，顶部这个位置。好，这个两层的话实际上还是不太够啊，我们可以再复制一层，然后再给它去加到这个最亮的这个区域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这个就一个聚光灯的效果啊，就利用这个几层的方法来给它体现出来了。然后你接下来可以把这三层啊你直接去编一个组啊，编一个组。我们这个聚光灯的话你可以多做几个出来啊，就是我们现在这是一组嘛，然后你把这个组的话还是做一下复制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假如说左侧去放三盏聚光灯，那我右侧的话还是啊就同样的方法，你把这个三盏再拿过来去放置在这个右侧的这个区域啊。然后像这个聚光灯的话，它既然是带有一定的这个角度的话，我们是不是都要去照到这个位置啊，就照到这个文字的区域吧啊，这是核心的区域啊。那所以说我接下来可能就需要去把每一个那个聚光灯啊再去调整一下角度，比如说我左侧的这个位置需要让它去向右的这个角度倾斜啊。那实际上我把那个后面复制的这两个啊去给它重新再来做一下复制也可以啊。
后像这左侧的这个灯的话就都照到中间的这个位置了啊。然后那我接下来右侧的话还是同样的啊，你可以再去调整一下角度。然后接下来我再把另外的两个啊角度还是调整完之后的再来做一下复制，然后加到中间的这个位置啊。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我把整个这个背景啊去铺设了一个环境。我看一下这个左右两边角度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啊，直接把右侧的这个啊来做一下复制，啊，然后这样去统一的去做一下水平的翻转啊，最后的话，整个大环境你可能再要调整一下位置，比如说我现在让这个六盏灯啊，还是再去编一个组，编完组干什么？我要把它去放到整个这个大背景中间的这个位置啊。为什么它可以超出950呢？就因为它是设计元素嘛，对吧？啊，你在那个1024的这个显示器下啊，如果说看不到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块的话我们就做这种处理啊，但是中间的这个内容你一定要让它完整的显示出来。然后剩下的还有两段啊，就是一个是时间，还有一个是我们宣传的一个主题内容。那你可以把这个两个内容再给它加进来啊，2018.12.12，这个是时间。时间的话，如果说没有特别的那个选择的话，你可以还是直接按照我们前面说过的，用 arrow 的字体 arrow 加过来。好，加到顶部的这个位置啊。加到中间，然后接下来下边什么那个五折是吧，五折起啊，五折不止，狂欢不停啊。中间加一个点啊。这块的话我还是用右圆的字体啊，这样的话我整体的话就体现一个这个上下啊，上下一个统一的一个风格吧。啊，像这个时间的话我可以再调整一下啊，就是感觉现在这个有点太大了啊，有点太突出了。字体看一下，跟它换成跟下边一样的字体可以不可以啊，右圆还是。啊，右圆这个字体不太好啊，那我们就还是用 arrow 就可以了。然后整体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班呢设计成这样的一个效果。你接下来还可以加更多的设计元素啊，比如说我接下来班呢，提出了这个主题，然后接下来再看具体的内容，该往下面再去详细的去看了啊。那你可以再去加一些设计元素，比如说我再加一个箭头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比如说中间的这个位置，啊，加一个正圆。好，然后中间对齐。好，然后接下来这个位置的话，我给它去加一个箭头啊。加描边。好，把填充去掉。好，把上面点删掉啊，这个一个箭头的形式。描边颜色我改一下啊，改成跟我们这个 banner 是一样的。好，尺寸调整一下。好，然后接下来上边这个位置的话，我再来去加一个这个竖线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两层合层，然后调整一下位置。好，这样多出来一个啊，我把这个删除一下啊，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banner 的形式啊。我这下方的话加箭头的目的是接着再往下去延伸的去阅读啊，引导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现在大家可以把你的那个上午做过那个 banner 啊，再继续去完善一下。
要求的话是还是凸显这个文字，就是函数盛典的这四个字，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把整个这个背景啊去加一些这种光影啊，光影的一个效果出来啊，所以这个 banner 的话大家再去给它做一下完善啊。